你们到底签不签呢？不签算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有的是人签。您能不能再等一下？我们现在手头钱还不够，我朋友马上就过来了。什么？签都还没有准备好啊？一点诚意都没有，不签了。哎，别着急，你再等一会儿嘛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先签个协议怎么样？那定金呢？定金，我们签完协议就给。那咱们签吧。哎，姐。这就对了，一万整定金。过几天我来签合同，到时候啊，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好了，我得走了啊。行，您慢走。你怎么才来？啊？哎，那谁啊？刘老板。刘老板。哎，对了，秦姐，卖地给你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啊？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。这可是大事儿，小心点好。哎，你是心疼那钱呀，还是心疼我姐啊？别乱说。那个人戴一个墨镜，声音有些沙哑。对，脑袋上还顶了堆草，挺好认的。哦，对了，他的左耳朵上有颗耳钉。门牌？你是谁？我才回去多久啊？你们这是？那件事儿。不要再掺和进去了。跟你说话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你自己知道。这种钱咱不稀罕，赚得烫手。你是谁？你当然无所谓了。你有个有钱的老爸，换了我是你，我也不稀罕。一哥，说什么呢？你也不看看你现在都干的是些什么屁事！我干什么事了？我还不是干我自己的老本行吗？我龙宝就这德行，什么大事啊做不了，只能干你所说的屁事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跟温珠子打，你是不是要把自己全部赔进去，你才甘心啊？算了吧，林哥。你何必为了那个女人挡我兄弟的财路呢？那个女人不是很有钱吗？你去找啊！你现在就去找啊！哎哎哎，林哥，林哥，林哥啊！你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不行吗？哎，啊！林哥，这回是你打我，我不还手。可这拳你打出去了。你就再也不是我的林哥。哎，卢宝，卢宝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他妈干嘛呢？林哥，林哥，卢宝就这脾气，气过了就没事了，别生气。走。你知道什么？那个姓温的摆明了是把龙宝当枪使，用完了随手一扔，拍拍屁股就走人，最后倒霉的还是我。这是诈骗罪，至少也是七八年了。林哥，不能让龙宝出事啊，不能让龙宝坐牢啊。
林哥。